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要来买块，我们今天要来玩买块二十五种纯纯的死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细胞。今天我们阿兰带着宝宝们一起去看看买块里面二十五种纯纯的死法。我知道，哇，它是一张免费的地图。听作者讲说啊，它的这二十五种纯纯的死法，不像是我们以前玩那种很简单在买块里面就可以看到的一些死法。它的死法、都是一些比较特别的死法，像是流口水就是呛到挂掉啊，或者是被绿光照到眼睛瞎跳、啊，都是这些死法。放我回去。我还要开场，你自己回来，放我回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玩这道有趣的地图啊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一起玩这种有趣 M 到不行的地图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。今天我们玩的是二十五种纯纯的死法吧，对不对？要是今天如果你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二十五只纯纯。怎么样？对，二十五只纯纯，哇，完全没有经过他的同意。我擅自把纯纯卖给你们，对，去订阅他的频道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张地图，他应该有些重要的资讯要告诉我们。感谢你这个抖 M 的下，我下载这张地图。你这个抖 M， 你才抖 M， 你才抖 M。你为什么要瞒着大家晚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都我听不太懂。请使用冒险模式 ，OK。欢迎来到二十五种纯纯的死法，哈，每一关都有不同的死法 ，OK、嗯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。今天宝宝们除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之外，也别忘了可以底下留言区留下谁比较蠢，又是这个问题。你最蠢，你最蠢，你才蠢，你才蠢，你全家都蠢。你啊，表哥，我才蠢，我最蠢。开始了 ，Go Go！ OK， 好，只是比较慢一点点而已。他的红是跑比较慢。这个是作者大人，作者大人叫做 Blue Fly Away。OK， 下面是他的 Twitter 哦，这边有规则介绍，我们看一下大致上的规则是什么。规则：如果关卡太难，就揍你的朋友。冒险模式加油版，每一关都有不同的死亡的可能性。Have fun！ 关闭云朵，不要制定存档点，不然地图会爆炸。他说的爆炸是真的物理性的爆炸还是？但有点危险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啊。听作者讲说，这张地图啊，虽然只有二十五关，但是每一关啊都非常非常的精心设计，所以整张地图玩下去大概要玩个四五六十分钟左右。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系列拆成两集，对，我们分成两集玩玩好了，让宝宝们负担比较不会这么的重。如果你今天有点大大的喜欢啦、啊，让我知道就是你们喜欢这种M 到不行的地图的话，你呀、啊，我们就最快最快的速度玩给宝宝们看。OK， 那就准备开始喽。对。Two, one, ready, go, go! 哎 ，OK， 哎，第一关，啊、好 ，OK， 第一关的名字叫做 First Step， 人类的一小步就是我那个句话怎么讲？我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。这一关应该就是很经典的那种跳下去摔伤自己，像是，像是呀，像是啊，像是，哦，难怪作者说他的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，从那边高高的地方跳，可是没有道理不会说跳出，不是，我看到下面有仙人掌，我看到下面有仙人掌，哪里？快点，可是跳下去跳不下去，那你，我们要跑到地图，啊！第二关，很快耶，很快耶。我拿到一个木质的十字镐，第二关的名字叫做 Minecraft。OK， 木质的十字镐可以干嘛？木质的十字镐可以破坏鹅卵石，还有木头。OK， 那你是鹅卵石是不是、啊？你是木头？不行，会死。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有什么。我手上有一个十字镐，你有一个十字镐，箱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上面有药水，一般的水瓶。然后合成台熔炉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个锅。我知道了。什么意思？请说明。我知道了。我如果只有我想出来的话，可以只有我挂掉吗？不行啊，不行啊。那你来当我的奴隶，就是我当你的主人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带你上路。我可以不要吗？好奇怪哦。好，所以我有这些，你可以给我木头吗？可以给我木头吗？伐木工，求我啊，跪下来。
你是我的奴隶。有了有了，有木头了。那有木头之后，我们把木头分解，然后把木头变成棍棍，从棍棍嘞再合成出。我再猜啦，我做一个十字的十字镐好了，好不好？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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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可以破坏这个，有，所以有铁，有煤炭，我们可以拿煤炭去烧铁，用铁可以做出什么东西？请回答。用铁可以做出剪刀。还有还有别的东西，请回答。铁桶。对，铁桶，铁桶有水，有水可以干嘛？可以喝掉。可以淹死自己。哦 ，OK， 哦 ，OK，OK。天哪！天哪！我的老天鹅啊！阿凯，阿凯，刚刚里面为什么会有两个铁矿啊？是你丢进去的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它滑进去了。啊、哦，我合成一根你也会有哦。对啊，有啊，有水桶，水桶可以倒在。哎，果然果然果然来了，包好聪明啊、哦！包，拜托，我是蠢蛋。这样好像不是赞美呢，这样好像不是赞美呢。好吧，我承认你是蠢蛋，你也可以当蠢蛋啊。我不要，下一关可以让你当蠢蛋，不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喂、哎哎，你可以揍我一拳吧，让我比较快挂掉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会回血啊！哎呦喂、哎，他会回血，哎、欸哦，不要回那么快好不好？回太快、啊，不要回那么快好不好？送我上路，我要。第三关是 Y Sky Block， 为什么是空的？这不是空岛啊？哦、oh, ，空岛，你有玩过空岛地图吗？空岛地图最需要的应该就是岩浆跟水，然后可以制作出石头，这个是空岛地图的第一步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办法、要做出很多很多的石头啊，就是这个是要做一个石头生产机， oh. 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找到岩，没有看到岩。没有，明明就有，在里面。所以，我们只要把岩浆，这可以倒下去吗？看一下，岩浆可以放在这个上面。Yeah！ 哦、为什么 ？Of course！ 防火。我想说为什么跑下去？所以我还拿到了一个斧头啦，它可以破坏这两个东西。我先把它敲下来。所以有斧头之后，我猜我们应该是要做十字镐吧？照它的逻辑这样子下去的话，对吧？对吧？是吧？是吧？你没有十字镐，你怎么挖那个东西啊？所以我先做一个十字镐出来，它的材料也刚刚好哎、欸。哦，有十字镐，你有吗？我有拿到十字镐，十字镐应该可以破坏石头，所以我们可以拿石头来偷袭我石头。对不起，所以我们可以拿石头来干嘛？我们可以拿石头来做十字东西。熔炉。如果我们做出东西之后，我们要干嘛？哦，聪明的爸们想到了吗？啊不，我应该问、啊、蠢蠢的爸们想到了吗？啊，看好了雨包，看看我这操作。哎、欸、行，耶、yeah! ！哦，啊怎么回事？哎、欸、是吧？哎、欸、没事，不是这样，这样吧？还是我刚刚跑到水里边被挤到？哎、欸，哦，你是我做到的、啊，我要，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哎，大五角啊！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不好？我到第五关了。哦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在第四关。啊，我怎么到第五关了？哎，等我一下，扯回来，等我一下，阿神回来，跑错关卡了，不会数数哦。我来了 ，OK。行，第四关是什么关卡？第四关，呜、哦，蛋。第四关，这是一只鸡还是一只鸭？哎，是要升鸡的关卡吗？这边有个洞哎、欸，是要把它哦多了另外一个洞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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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蛋，好多蛋，运气好衰哦。哦，有，又多了一个洞，哎，行，是要把洞给填满吗？应该是，哈，有了，然后这里嘞，有了，哦，然后哦多了一个黄金金色的，哦，要干嘛？不要学我问一样的问题。啊？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我无法理解。你看你的包包里面，我们拿太多蛋了啦！你看你的包包里、哦、有个按钮。耶、啊 yeah! ！第五关，哎、欸，我会数数了。有，你会。OK， 行。第五关是干嘛 ？Impossible， 不是 impossible， 是有可能。是要帮我揍出这边有个按钮啊？我按看好了，这边还有四颗蛋。Yeah。嗨，你让皮匠，啊哈，这样子啦 ，Yeah！
耶、yeah! 啊！飞出去，飞出去！揍、yeah! 我，揍我，揍我，揍我！耶！耶！哇！我到第五关了，第五关叫做什么来着的 ？Outcast。第五关。对。哦。作者不会数数。不会数数。哎，我们今天25除以2是多少啊？23关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玩个13关好了，好不好？13关，所以应该是第六关了。这里有。铁镐，铁镐，它可以破坏、欸、绿宝石。你拿，你拿，是爸爸，是爸爸，是爸爸嘞！哦，它可以交易。OK， 那你破坏绿宝石，跟他交易。哎呦，拿到了，所以绿宝石应该要把它从砖块变成一般的绿宝石。我看看他买什么、嗯、哦，它是新的那个系统哎、欸。什么系统？就是你拿起东西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说他在卖什么。有没有看到？他卖的东西是一个锄头。我看看啊，我跟他买一个锄头好了，好不好？有了，我买了两只锄头、哦，我拿到了一个铲子。为什么买锄头吗？为什么是铲子？它应该可以破坏沙，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沙子给破坏掉。然后箱子里面有一个按钮，啊、哦， yeah, 可以放在边上面。哎呦，哦，哎、哦，爸爸变女巫了。变女巫了！我本来还想说这个按钮是按下去直接挂掉了，所以我猜应该是揍爸爸一下，爸爸喝个水之后就会开始对我进行攻击。哦，到到啊！可以再就是用力一点吗，爸爸？再回一点。爸爸可以用力鞭打我吗？好痛！好痛！期待。再用力一点！再用力一点！要死掉了！爸爸再用力一点！哎呦呀！第七关，第七关是 Bad thing about my coin， 在 my coin 里面最棒最棒的事情是什么？这边有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啊，太可怕了，耶、yeah! ，太可怕了！看到这个东西都知道要做什么了哈，有火药，有沙子，羽毛的病吧，这病吧，我超不会放这个的、欸，我超级不会放这个的、欸，你看。不是都有数字了吗？我超级不会放它。有了，这个可以放在哪里啊？看看，它可以放在这个上面。然后嘞，哦 ，OK， 握好了，握好我的手，握好我的手，羽毛。Yeah! 第八关，第八关是，对、yeah! 啦，红石，耶、yeah! 。我们这一关是就是看到红石脑袋短路，然后自爆身亡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是什么？这水怎么是红色的、啊？它是那个啦。P 版本跟 Java 版本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，Java 版本你在染衣服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只能够打开你的背包，然后把你的，你打开你的背包。哦哦，黑曜石，是不是你可以打开你的背包，然后把那个衣服放上去之后，再加染剂进去，才会变成染色的衣服？可是在，在PE 版本啊，你可以把锅服，然后里面就是加染色剂，衣服丢进去之后就变成就是那个颜色了。哦、对，很酷很酷。PE 版本跟 Java 版本有一点点游戏上的不一样，所以黑曜石是放在、嗯。可是我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面，这个箱子我这边有提示书哎、欸，这个箱子里面有六个东西，加上一个可以破坏掉这个东西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要。想办法让他能够就是接线接过去，或者是全部接完之后，搞不好全部都只是一个错，搞不好只需要哦哦耶，搞不好只需要，好喝好喝，幸好你有讲到那个锅釜，耶、yeah! ！第九关，第九关是什么 ？Fly the fly， 飞飞飞就对了。他说这一关可能需要有点精准才进得了洞。好、欸，我也有吗？欸、我也有。所以我们要进到那个洞里面，是不是？能够直接这样子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所以一定要从有点难度退上面来比赛，来比赛啊！好，我傻哇！哎、欸，好意外啦！我们来个双手举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来了来了。把你们的双手举起来！等一下，先不要，碎啦！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里面有、欸，我身上还有穿吗？还有啊，有一大堆的烟火，所以是要冲出。它有些是不一样的、欸，什么意思？有不一样的？它的烟火、啊、不一样款式的烟火啦，都拿一点就对了。好、啊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跳起来。哎、欸，我的血不会回嘞、欸，所以应该是要想办法冲出去，然后我要痛。OK。换不一样的烟火试试看好了。哎、欸，它这么多血一样，好像冲不出去的样子。我有个黑色的、欸，我有个黑色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哎、你抽黑色的哦，它、哦、
它是火药啦，它是火药啦！哦哦哦哦！哎，我要找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哇！我来到第十关了，哎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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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代 ，Kuluki went off with a bang， 我被 bang。你是不是不会数数？哎、欸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是不是不会数数？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我注意到这里有东西耶，有点明显。这边有一个地狱疙瘩，还有一个蜘蛛眼，上面好像有东西。上面的东西是黄金粉跟三瓶水，所以叫药水合成吗？啊，这边有药水，我们先把。不对啊，我没有那个、啊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你骑在，走开，走开。你骑在我身上看。为什么？骑羊驼啊！我们可以让羊驼突爆！你看他的名字啊！你看他的名字啊！这是什么什么？你没注意到吗？有了有了！你看这是猪啊！为什么？你看羊驼有东西吗？哦，羊驼有东西啊！所以我们应该要合成东西的样子哈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丢进去，然后加入地狱疙瘩。好，我们的地狱疙瘩已经亮进去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加什么啊？我们应该加一些会让我们中毒的东西，所以我加个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蜘蛛盐，再加一个，这个好像是加强用的，没记错。我其实超不会搞药水的、欸，超级超级不会搞药水的。上面哦，你拿过了，上面就是里面的一些东西。我可以揍我自己，然后让我自己揍死我吗？欸、可是这样子我会做出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请说，用强效中毒药水吗？我们先用强效中毒药水好了，再让它慢慢亮、啊。然后我们等扣到一滴血的时候，请阿神揍死我们。对，请阿神揍死我们。对，请阿神揍死我们。麻烦了阿神。他应该快好了，再一滴滴有了。Yeah. 这个是 Potion Two， 时间比较短一点，但是比较强效一点点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先进去围栏里面，骑在阿神身上，然后喝一下自己的药水。咕噜噜，咕噜噜，嗷，咕噜嗷。好喝，我觉得好像为什么翻译师会把那只猪改成羽毛？不要乱改！好好好，差不多多，差不多多，揍一下我，吐我口水，吐我。我也是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我真的有曾经被就是羊驼吐过口水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很臭吧？我被吓到了。其实我完全不知道，就是羊驼会吐口水。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。好，第十一关是什么？第十一关，dig or is it mine？ 他说挖下去还是挖开来？好、啊。然后箱子里面有一个钻石十字镐。钻石镐，它可以破坏什么？钻石十字镐可以破坏煤炭，没有道理。先把煤炭里面有东西，里面有一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这个给你好了，它可以破坏绿宝石。OK， 我来挖，应该你要挖的东西哈，快一点呐、啊！我把其他东西都给、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可以破坏黄金，好，那我去破坏黄金。麻烦，应该是这里啦。我一看先猜，这个地方是宝藏点，有没有？我有，里面有一个可以破坏铁。好，那你去破坏铁呗，我去挖其他东西。谢谢，没事就好。啊，为什么第十关一直跑进出来？第十关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、欸、啊，是那只牛啦、哦！你把牛放出来了干嘛？没有鹿自己跑出来的好不好？他明明是只牛，什么鹿？那上面写鹿啊！可是他是只牛，他可以破坏，他可以破坏钻石，应该是最后一个，简简单单。啊、太累了吧？好辛苦哦！太累了吧？啊、太累了吧？加油！哎、欸，其实新的材质包看久了真的很舒服哎、欸，我觉得哎、欸，就是还蛮漂亮的。看久了之后会觉得很漂亮。鹿，你可以叫那只鹿不要闹了吧？鹿不要刷存在感。好，我去杀死那只鹿。不，我看一下哦，里面有一张纸。哎、欸，哦、oh, ，OK， 好，他叫我们挖黄金。哈，被骗了啦！啊，所以秘密应该是在黄金里面。好，我把黄金挖开来。天哪、啊，可以帮我快转一下好吗？可以把 Speedball Activate 的经费放在这里的吗？来咯，准备咯、欸、Speedball Activate， 你走那么久啊？他很棒哦！哦哟，我快睡着了。就是这个点下吗？有了啦！快挖，快挖！哎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！卖地雷的意思啦、啊！对啦！所以这个是地雷，还有英文的一语双关的、欸。哦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来来来来来来来 ，boom 啊！地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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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羽毛，真是啊！哎，
你到底是这个回来回来我忘记数数了，我只是要搬滴血，你不要去踩一下那个，去踩一下那个耶、yeah! 欸！哎哎哎 ，Let's till you die， 跳到我们挂掉为止。哎，箱子里面有，不就死掉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间房间呢、欸。小光、闪闪、杰克、哈基，这什么地方？这边有一个 disco 的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他们，你看他们，你看他们，来喽，嘿，耶！哇！因为这功能啊、哦，有啊，超可爱的。OK， 好、okay, 欸，我们可以去挂掉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要播的，你要播的吗？要死掉吗？拜拜，来喽，不假，好可爱哦。再来今天的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是第十三关哦。我看看啊，我们箱子里面有一本提示书跟一个，这可以做什么的东西？两个东西跟一本提示书，然后这里的东西木头可以放在哪里吧？上面写说我可以被变成什么东西？木头加木头不能够变成什么东西？它可以被分解。我先分解它好了，还是我们一人一个、啊？我们一人一个。好，没问题。所以我先分解它好了。OK OK。猜它应该是叫我分解它。木头应该是没有办法做什么，所以它可以有什么特殊能力吗？没有。四个木头可以。合成吗？他应该是要合成，四个木头可以合成成啊，应该是八个木头。所以我在还你是不是？开始。好，给你，我给你啊！还是我们坐一艘船，然后坐上去之后游过去，然后让我们的头卡在里面自己而死，这样子。有可能啊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OK， 好，我先来坐一艘船啊。一艘船，他不让我坐船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船什么时候需要桨？哈哈哈！什么时候的事？还是更新的、啊？还是是Java 版本跟 P 版本不同？也许，也许，可能是，可能是 Java 版本。啊、Java 版本坐船好麻烦哦。哦 ，OK，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这个棍子。有了棍子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个这个，然后我再来把这个给你。好，然后你再把它放上去，做成船。应该是 Java 版本跟 P 版本的不同吧？我不知道它连合成方式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哎、欸。有了，有船了。所以我猜应该是要放上去，然后你开车好了，你先请我在后面。好，来 ，OK， 欢迎欢迎，带我走，陪我进去。有，耶、yeah! ，好痛，好黑。嗷嗷嗷！是大力！嗷嗷嗷嗷嗷嗷嗷 ！All right， 今天这集阿曼算我差不多该先按到这个地方了。那是什么鬼地方？我们在某个人的岛内吧。如果宝宝喜欢今天这集阿曼手的话，别忘了开留下一个。大家喜欢，让我知道。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25000个喜欢？我们再用最快最快的速度排出下半集给宝宝看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